你不喝咖啡的吗？不怎么。你为什么不喝咖啡？对呀、啊。心跳，心悸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是奶倒过去。没有，但没那个倒过来没问题，就这么小吗？对，你可以有点多倒。娘娘，你真的好难伺候。这个人怎么了你？我才认识你一两天，你是这样对我了？我对你不薄啊，我还叫你月姨啊。你还要不要？哇，真的好好喝、哦、啊！谢谢。我想玩这个，但是这个要挂起来，要不你帮我挤着吧，王丹。金如姐，找一个锤子。哎，我记得这里好像有锤子和这有，我有啊，这有，我有啊。这是你自己的工作。有没有拍到？这个太精彩了。有没有拍到？王大陆太棒了，第一时间不关心我说有拍到吗？这个真的是那种对啊，影视剧里面才有的，好丢人啊！因为这种，无语，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有用那个吧，用长钉，用长钉吧，用长钉。走，这儿行不行？也是可以了。那我定了。谁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们没事干，不如去，就是。哎，我们昨天不是种了很多菜吗？嗯。然后呢，你们不如三个男生现在就去淋那些。哎，我们三个男生谁如果分数最低，谁就去浇水。我就喜欢竞争意识。一标还是三标？每人三标嘛。啊、哦，好。三个男生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超过这个台子啊。哇、哦，这几分？十分，十分。哇，二十分，分数是怎么算的？没有没有，你按照国际的那种评分标准是什么？他这边是 double， 这边是 triple， 这边 double。OK， 他知道了，他经常管。Okay. 哇哇啊，零分。零分，哇哦！这几分？八分而已。我以为他很厉害的，哎呦！我只要超过王大陆就行了。对。输的要干嘛？待会儿我教你那个桶，您拿过去。输的那两个去交。对啊，两个人去啊，一个人都可以了。不可以。你哥自己去啊！你要做红心啊！四分，我只要超过王大陆就行。好，四分。碰到了红心，没中。碰到不算，一个人都可以了。两个人去，两个人去。你是不是输了一个人去啊？两个人。刚才你说一个人嘛。两个人，走啊，大陆走。我有漏。那边有桶，走。不会是这个水桶吧？就这个水桶。就是这个。那边再拿一个。哪儿呢？这儿。放一会儿哈，它这个需要一点时间。这边也可以咬。对。为什么你赢了？你为什么还在干活呢？我没事干。你没事干，他看着定做就行了嘛，做好一点哈。你有事干吗？我有事干。什么事？我就要盯着你啊！我不想你偷懒啊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跟你一起抬吧，我俩吧，你跟那个吧。啊，我跟你跟他，反正你跟我都没有输。哪里往那边，我往那边。这，小心！凉凉，太重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你往那边？就这样叫是吗？对，要倒在他身上。对了，也不能太多。这种。
这种菜的就是每一个浇到它的根上就行了。来，你示范一下。对，就这样，就一点点浇到它根上。我还挺喜欢这种生活。这样的生活。对呀、啊，好开心哦，感觉。A 大姐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回房间，我在网上搜，在家种菜。啊哈，夸不夸张？这个很容易的，你用那个你喝完的那个胶桶，把它剪一半，然后把那个它的那个头哦放在那个吸喝水的那个头上，把它放过来，碰到那个水，它就会可以伸出来了。你听得懂吗？一个字没听懂。讲完以后，我觉得我跟你沟通不了。喂，谁种的这个？种到这样子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不是说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谁种的这个？连根还在这里。王大陆。王大陆熟吧？认识吗？是我，娘娘，我错了。我想问，啥意思啊？别打我的狗头。王大陆。又王大陆。就是王大陆。都是我师父马天宇教的。王大陆去种田去了。他种田去了，我要对我的那些小苗负责。哎，这个长得好。这个厉害了，我种的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种的？那个不好意思哈，这边都是我种的，你的在这儿呢。是这样种的吧？他说的。你看我种的好不好？种的非常好。就是我昨天种就这么认真种的。